Today's words of wisdom. Video conference with Supreme Master Ching Hai and Formosan or Taiwanese 8th Vice President Anita Shou Lian Lü will be presented in Mandarin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Oloxese or Vietnamese, Chinese, Dutch, English, French, German, Hebrew, Hindi, Hungarian, Indonesian, Italian, Japanese, Korean, Mongolian, Persian, Polish, Portuguese, Punjabi, Romanian, Russian, Spanish, Thai, Turkish, and Urdu. More languages are available online. For your special language, please visit www.suprememastertv.com/subtitles. Formosa, Taiwan, 在葡萄牙文的意思是美丽之岛，位于环太平洋火山的西边角。因为地震落地运动不断进行，形成路上雄伟的高山、山峦、平原、盆地、海岸线。加一挂奇特的景观。差不多有18400多种的野生生物住伫岛内，其中20%以上是罕见或者是近要绝种的生物。福尔摩沙虽然是一个小岛，上天却赐予伊一连串。惊奇壮丽自然景观，北起高山镇甲原住民部落，密密的山脉、美丽水墙甲雕刻精致的寺庙。2011年8月16日，福尔摩沙台湾第八任副总统卢秀莲女士拜访青海无上师世界会西湖道场，副总统阁下参观西湖的景观。包括彩金鱼、甘露河，以及青海无上师闭关的山洞。副总统阁下马上给青海无上师一座地碑，上面写着“莲开圣世来”。然后，卢副总统阁下甲50位陪同的安全人员，做伙享用顺手佳肴。因表示真意外，一部新餐点这么美味。在这次拜访行程中，阁下嘛透过视讯甲青海无上师谈话。无上师伫足无闲的时间中，半工甲伊会谈。现在邀请您收看2011年8月16日，青海无上师甲福尔摩沙台湾第八任副总统。卢秀莲女士在福尔摩沙台湾进行的视讯会议。Supreme Master Ching Hai's lectures are not a complete meditation instruction. Please do not try alone. For free of charge guidance, please visit www.godsdirectcontact.org or contact any of our centers near you.副总统你好，师父你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欢迎您来，谢谢，欢迎您来我们小地方。师父，我今天带了台湾的国际职业妇女协会的好姐妹我们一起来参观您的西湖的道场，非常敬佩你。多谢多谢您，多谢您光临，多谢您，我们真的非常荣幸能够有那么道德的领导人物来探访我们的很敬佩的地方，我们觉得非常非常
荣幸，非常那个 lucky， very lucky， very honored to see you, Your Excellency。在这里争这个机会啊，我们非常感激您呢、啊。到目前呢、啊，孟波、啊、提醒大家捐导大众环保救地球。我看您工作那么多，那么多啊，还有继续啊保护人民，真的是菩萨在世的这种行为。谢谢。因为佛经里面有说啦，如果有一个人他啊很富有啊，我是有权利啊，我山林全财都有，而且也是。不是说，你在那个名誉上又还做功德，又还相信佛学，是一定是菩萨的。佛有说这样子，所以您是在世菩萨。台湾真的是有福报啊、才能够有您这样子领导大众。啊，师父，我现在已经退休3年了，所以 no power anymore。我知道。no power anymore。我知道，我知道。All I have is love, just like you have， 就是对地球、对人类的爱。是是，这个是一种权利了。对。从那边有这种权利，才能这样想啊。对对，我也是一直在提倡 soft power。啊、soft power， 柔性的力量，包括和平，包括爱，包括高科技，都是 soft power。世界的 power 是不永久的，不过啊，我们就说一世总统，永久是总统了，还是一样有 power， 就是比较有。总统是有任期的，可是人的一生是啊永远的。对了对了啊，您是很有高智慧，您都晓得。嗯，我们佛教的人呢，如果认真修行啊，依照那佛教的那个传统跟教理的话，都很了解世界短暂，什么 power 都短暂啊。不过您还是一样得全国跟那个国际的尊重，还是一样有 power， 就是不同的一种的 power。那么既然这样子，您还是继续关心世界困苦，还有想救心灵万物，这是真的是功德无量。梦天山跟佛祖永久加持您，让您能够有 power， 不是说世界 power， 就是内在的 power 呢，继续，帮助人民跟地球。我们趁这个机会啊，谢谢您，谢谢您万分，台湾真有福报。谢谢，谢谢师父啊。师父长期以来啊，除了推动佛法，同时对于啊，呼吁大家要吃素，不吃肉，来拯救地球。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努力。啊，我想请教师父，就是说您在世界各国推动素食救地球，那到目前你啊的经验感到满意吗？哪些方面呢是还要继续来推动的 ？No, Your Excellency.Not yet money， 不可能。您知道很清楚，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可做，还是很多要地方要努力，因为世俗对世界还是一种新的概念呐、啊，是慢慢才能够接受。既然接受，还有习惯难改。像我们中国人喜欢吃饭，爱吃饭，爱吃米了啊！叫我们天天吃 potato， 或是吃那个面包，我们也是要慢慢才能够适应世界众生啊、习惯。
习惯难改。如果世界的我们世界有很多人物像您副总统那样子，一定这个推动更广更快的了啊！我一个人是比较困难，是很努力了，不过power 不多了，power 不多。那么在这个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你觉得是developing country 比较容易推动，还是 well developed country 比较容易推动？因为我想大概是有钱的人比较会吃肉，所以我们这个不吃肉运动应该在有钱人方面多推动。你同意不同意？您有道理，您有道理，甚有道理。我也是继续努力了。是。不过这个时代哈，像他们 develop 太快了啊，比方中国大陆哦，我们一睁眼睛一眨眼睛，现在就变很 develop 的很强的国家了啊。以前中国大陆，比方说吃肉比较小，啊，所以那个他们说癌症那个时候比较小，因为他们说他们吃肉小，现在肉吃很多了，因为有钱嘛。嗯，还有好像多数的家庭都有车子了，以前都没有啊。那我们能够在哪里开始就在哪里开始了啊。我认为像您讲的一样是对的，所以我们才是从欧美的地方开始啊。不过也是美国人大概是吃相当多肉的国家，因为他们吃牛肉。美国人，因为他的铁路比较少，所以国家又大，所以也是开车啊，这个最多的国家。我想，是的，过去一直以来在美国应该也做了很多的努力，不晓得你觉得在美国方面还能够做什么？是的，还是继续像这样子。您认为我在美国能做什么？您比较懂政治的事情。也许可以顾问我还要做什么在那里。那你能在中国做什么？因为中国如果很穷的地方我们都不必去推，因为它根本没肉可吃啊。反而应该是针对上海、北京可能某一些人，如果能够影响他们应该有帮助。我现在在台湾做的是只要我请客我就说对不起我要请吃素。是哇哦，那这样的话，我吃饭的时候我就跟我客人解释说，为什么我今天不用肉招待你们，所以他们就听进去了， wow. 然后他们就会去反省， wow. 然后我就拜托他们以后请客的时候也是指定要吃素。那这个就是要给餐厅的老板那个 message， 就是说是他应该要让他的厨师学会。无肉的料理就可以把素食啊一步一步推广。是的，一般的老百姓我也是尽量在演讲的时候啊告诉他们，可是我很难说你叫他统统不吃，因为大概只有修行很高的人做得到，所以我改了一下叫做少吃肉而不是不吃肉。一下叫他不吃肉的话可能很多人就拒绝了，叫他少吃肉。而且我们准备推广至少一天当中有一餐不吃肉。是，所以在联合国纪念日10月24号我要响应联合国的三少救地球，他是不吃肉，我给他改成少吃肉啊，是少开车少浪费。你是太了解众生的心理了，所以我说太谅解了。用这个三少，我们准备在高雄跟台北办两个这样子响应三少救地球的圆游会，有效吗？正在准备，希望唤起更多的人来知道这件事情，因为 OK 目前不吃肉的大概就是有宗教信仰。那我们是希望说无论有没有宗教信仰大家都少吃肉啊，少浪费，
少开车。是的。所以这个运动我们正在积极筹备当中，在10月23号联合国纪念日的前一天，至少我们在台北跟高雄啊会能够举行。当然也很希望啊师父的所有的信众也能够啊响应，因为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但是能够加入啊，今天在您的道场也认识了很多位很优秀的医生，还有素食业者，我也希望能够一起来推广，希望师父多加加持。他们会了，他们会了。想在美国，他们也已经开始推动了。像美国的 First Lady 哈 Michelle Obama， 他已经有推动很久了那个素食了，不是 vegan 就是 vegetarian， 他有放那个一片那个 cheese 在他的那个 my plate 上面。应该请那个奥巴马总统，他最爱吃的 hamburger 店，把那个 hamburger 的内涵啊，不要用牛肉，开始用素食，这个就会帮助很大。太好了，太好了。他们两位真的是很好，很好。我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想要跟你请教几个问题，方便吗？拜托，拜托，我能伺候你什么？拜托，请。今天有很多位这个台湾很优秀的女性朋友，她们都是职业女性。那我们也知道，在佛教界也有几位杰出的女性领导人。那么青海师父呢，是非常特殊的一位，因为在传统的观念里面，出家担任宗教的领袖，可能在服装方面，还有在这个修容方面都要接受传统，但是师父是第一个用俗世的看法是非常有立场的。那我想也是因为这样带给你一些困扰。那我是站在女性主义，我们觉得这是非常特异的地方，是不是给师父在这方面能够做一点说明啊？我现在也没有想那些了，已经这些观念已经都过去了，都没想了，就继续做我该做的工作而已啊。什么样方便对社会方便对地球能够帮助的话，我就做了，没有管到那个应该赚什么，应该干什么的。这些物质方面的话，我们应该突破了啊！要剃度也可以，不要也可以。像您那样子啊，当副总统，您那个头发这么短，差一点点就差一点点就可以变成尼姑了。不过这么漂亮，啊，您看起来好年轻，好年轻。师父的意思就是说，你诚心信佛，你的外形都不重要，可以超越，可以突破。而且我们知道你非常有艺术天分，你会做很多的设计。这点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做一点说明？谢谢。都是天佛帮忙嘛，诸佛帮忙，诸菩萨保佑的啦，不然的话，一个女生啊，就去跟社会建立奋斗啊，又没有任何的世界的权利的话，是真困难，是比较困难哈。是，大家都比较保持那传统了啊，任何的新的东西啊，大家是比较怀疑一点。不过我是照天命做的啦，佛菩萨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啊。即使如果叫我不穿任何衣服，跟那些喜马拉雅山的那个瑜伽一样，我会一定会做的啦啊。不过拜托。叫他们拜托不要叫我这样弄。每个时代不一样嘛，我是学习观世音菩萨的。是是是。他该做什么样子他都做什么样子。做那个大观的夫人啊，做什么童男啊童女啊，他就都会做了。看时代啊，看需要啊。
这个头发嘛，要剪也是很快啊，<笑>要让很长啊，比较慢，要剪的话几分钟就不见了啊。就不见了。哦，这个衣服嘛，黄色也好，白色也好，都是颜色而已啦，而且那个样子而已，差不多了。<笑>啊，我觉得像我们这个时代哈。 大家比较接受、敬送的啊，敬送的跟大众一样啊，同一体这样。因为我们佛教也有说啊，嗯，要度众生也要同时同行啊，跟他们一样的啊，很多方面可以度众生，很多方面可以跟大家沟通，不一定是有异样的，因为八万世间法门，我们随便选了啊。 我现在不知道是出家或是不出家了，我每天忙死，<笑>没忙死，打坐十几个小时已经没有时间了啊！是是，然后还有别的工作要做，所以出家不出家这个，我现在都概念比较<笑>不记得了。不记得，对，师父，我们刚刚到你道场上面，就看到这个山洞里面有你的卧室。 哦，哎，我们觉得很感动，因为你并没有说享受很多啊。如果回来台湾，你都住在那个山洞上，我想这是一个很高很高的事情。是是，平常是这样子。不过就好多了，以前我们好几年都只有帐篷而已。那个山洞已经很舒服，很舒服，很安全了。以前那个<笑>那个住帐篷好几年了，有时候。 台风太大了，把它吹走了，<笑>站在那里逛逛都没有帐篷的了，所以山洞已经很好。即使不是说住山洞才好了，就有房子就住房子嘛。哎，那边情况不能盖，所以我们住山洞很舒服，非常感激那个佛菩萨保佑了，有一个地方。然后我去哪边也是这样子，随便住了，也不一定有大房子就住大房子，不一定是说啊我要住山洞才对，因为我是修行人，不一定。<笑>有什么就住什么嘛，看情况。不过我们在哪里也是很简单啦，因为工作要紧啦，不是说要。 要那个舒服、世俗的方面呢，不大管他了。现在住家也是这样，在家也是这样子，要努力工作了啊。上您来拜访我们地方，也看到我们所有的住家人，他们也是这样，也是照样工作了，不是说住家然后没事做。师父，你这样子一年云游四海啊，到很多很多的国家，那你出生在越南。 不是、啊、你在台湾待多久？你对台湾的观感怎么样？哇，太舒服了！<笑>啊，我是比较少出去了，不过在我们苗栗那个地方是像天堂一般了、啊，<笑>很舒服啊。然后接触台湾人的话，我觉得他们非常善良啊，太善良了，<笑>太善良了，心好淳朴，好淳朴。 这个整个地球发生很多的问题，那师父你看来，在最近，比如说今年底之内，有没有要特别要注意哪些安全？在天灾方面。哦，现在的话都很乱了，哎，哪一个天灾都有了啊，不是地震就是台风，不是台风就是水灾，不是水灾就是旱灾，不是旱灾就是热浪，不然的话，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很大危险，就是太阳啊，太阳也许会改变自己，然后影响我们太大了。如果太阳有爆发或是送太多，它的那个热量的话，我们地球不用谈了，不用谈别的。 灾难了，还有种宇宙啊，也送过来给我们一种很大的能量。科学家说明年底、后年有可能太阳黑子会大爆炸，师傅是不是？是，大概指这个意思。是。
还有那个宇宙那个重建也送给我们一种能量啊，是好的能量还是不好的？毁灭性的还是创造性的？ Constructive or destructive? 大概 destructive. Destructive. 因为我们没办法接受这种能量啊，地球啊太弱了。嗯，除了我们全球哈，除了我们全球有道德方面有改变，嗯，全部都失速，全部都那个整理我们的道德的内心的话，只有这个能力才能够抵抗这种。 宇宙的那个爆发的能量，人类的业障太深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太深了，是是，还有太阳那个方面，如果没有道德的那个力量的话，没有任何科技的或是科学的方面能够保佑我们的，所以我一直提醒大家，发挥我们的。 那边的那个道德的佛性的，本来就性本善那个，不过是不那么容易的啊。副总统，你很清楚，所以你在改变小事喽啦，小的不要说全部的了，我是不能说小的。所以换句话讲，师父对整个人类的未来是不那么乐观，是不是这个意思？ 会有一些了，会有一些乐观。<笑>我们还是有希望啊，不可能没有希望啊，不可能没有希望。所以我才继续打坐，每天十几个小时，几乎整天整晚就对了啊。有的一段一个小时、半小时是要整理自己啊，照顾狗啊，擦洗房子啊，比方说这样啊，不然的话都是打坐的。嗯，那个就。 天上保佑我们，还有从那边提醒大家的那边要反悔我们本来面目，就是有 compassion， 有那个慈悲心，那个本能啊，本来就有慈悲心，也有佛心，就我在那边呢提醒大家这方面，只能用。 打坐才能够这样子沟通，外面讲有效一点点，不是说完全有效，就打坐的力量才比较有效，因为我们那边是一样的嘛，都是有灵魂一样的，有佛性一样的，所以那边跟那边讲话比较有效，而且，我们还是意思说，全世界的。 修行的人跟没有修行的人每天打坐的，那个有一些一样的时间，我是不管什么时间要打坐要祷告了。我们在电视上都是推广这些，一边是提醒大家用语言的，一边是用那边的沟通。我还是有期望啦，副总统夫人，<笑>我们还有希望。是，师父有没有计划最近来台湾？ 什么时候有计划回台湾？因为目前打坐太多了，所以不想去哪里。啊，你现在闭关？啊，闭关。是是是，差不多了。意思说闭关，不过还是不是说完全锁起来啊？就是像您来的话，我就很喜欢跟您见面。是是是。啊，没想到副总统这么漂亮，又那么年轻。<笑> 我想像不同，这样子，我还没有一百岁了，所以没那么老。我也差不多了。不过您真漂亮，真漂亮，很像那个小姐一样。哎，谢谢。啊，希望师父下一次回台湾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啊，来跟师父拜见一下啊。我们很多姐妹啊，今天都来参观你的道场。 也祝福师父的修行心愿都能够很顺利的达成。谢谢您，谢谢大众来光临我们的地方。阿弥陀佛，谢谢。阿弥陀佛，大家多保佑副总统夫人哈啊，拜托拜托。谢谢谢谢。还有照顾好。保佑地球，保佑台湾，保佑师父啊，谢谢。谢谢，请原谅我。
我是很非常荣幸的，我非常荣幸本来应该今生今世来接引您跟您的金好朋友了，就是因为打坐太多了，没办法破空那么快，我觉得打坐比较重要，所以继续做，请您谅解。是是是，请您跟金好朋友谅解，谢谢，祝福您跟金好朋友跟全省台湾了，得到佛菩萨保佑，因为小岛了，比较那个。 危险，比较释迦牟尼比较多海了，不很大安全，有关我们这个时代。不过，请佛菩萨保佑台湾。是是，谢谢您，谢谢各位来光临。阿弥陀佛，谢谢，好，应该差不多了，师父可以休息了。谢谢谢谢。我们就是这样子嘛，继续打坐了。让我们的姐妹跟师父对话，如果我们姐妹哈要请教师父，好不好？如果如果需要的话，yes， 还有时间吗？师父讲个话，我们要谢谢Alice了。你师父好，您好，您好，喜欢我们地方吗？很喜欢。 很喜欢，尤其给小朋友的这个彩虹的这个园区啊，哎，我想很有创意，非常好。比较旧了，比较古老了一点。<笑>大家有没有招待金主啊？前面你们各位有没有招待副总统夫人跟他们金好朋友？有没有招待好？有啊。 啊，煮饭跟素食给大家吃，有准备休息的地方吗？我是大概没时间哈，您大概没时间休息哈，大概来参访一下，然后还要回去忙那个很多事情吧，是不是这样？您还是在忙哈，是不是在忙？<笑> 还好，我们每天都做认为应该做的事情，我都把它当做良心事业。是的，良心事业，现在都这个是永久事业的，不用上任也不用下任的了。啊，那对对，祝福您那个事业成功，谢谢谢谢，哎，为了台湾福报啊。 我也祷告了，替台湾祷告了。谢谢。还有我们同修啊，他们修行也是为了台湾安全。是是是，谢谢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那没有人再要讲什么哈？有没有要讲？好，谢谢师父，自己也多保重。谢谢。他们害羞了啊，您也要保重啊，佛菩萨保佑，佛菩萨保佑您，金好朋友跟台湾。 Supreme Master Qinghai's lectures are not a complete meditation instruction. Please do not try alone. For free of charge guidance, please visit www.godsdirectcontact.org or contact any one of our centers near you. 高雄的观众，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智慧之声节目。
所以来是应该个关系。交代新闻了后，马上为您播出，请继续锁定无上师电视台。愿咱的地球早日成为快乐、欢迎、甲灵性提升的世界。Honorable viewers, thank you for your presence for today's episode of Words of Wisdom. Coming up next is music and poetry, right after noteworthy news. Please stay tuned to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May our planet soon rejoice in happiness, prosperity, and spiritual elevation.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www.suprememastertv.com/WOW.